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拆卡地猫奇趣蛋，这里有三种不同的卡地猫奇趣蛋，先拆哪一颗呢？先拆这颗带有蝴蝶结的卡地猫奇趣蛋吧。哇，这是一个好可爱粉粉的卡地猫奇趣蛋，奇趣蛋上面有一个大大的蝴蝶结，奇趣蛋上面有我们可爱的卡地猫 Hello Kitty 卡地猫的英文名字，是一颗奇趣蛋糖果，里面有糖果，有可爱的小玩意儿，会是什么好玩的呢？好了，我们现在把这颗卡地猫奇趣蛋拆开吧。看看里面都装了些什么好玩的呢？哦，这半已经拆开了，这半是糖果，裹着软糖，看起来好好吃呀，五颜六色的软糖。有红色、绿色，还有黄色，尝一尝味道怎么样？嗯，好好吃啊，好甜呀！很软，很有嚼劲。好，看看这边好玩的。拆出来了，是一把小梳子，粉色的卡地猫梳子，梳子上面有蝴蝶结。里面有八款小印章玩具，这是奇趣蛋里面的玩具。我们这次没有收集到小印章哦。我们今天收集到了卡地猫的梳子，对吧？玩具名称，玩具饰品，希望我们可以收集到小印章，是卡地猫的印章。接下来再拆第二种不同的卡地猫奇趣蛋，这是一颗立体的卡地猫奇趣蛋。哇，卡地猫有尖尖的耳朵，里面有巧克力，还有好玩的玩具，有新奇玩具。现在我们把它拆开吧。小朋友们一起来玩玩这个好玩的玩具吧。这个玩具需要组装，里面有一张贴纸，哦，是熊出没贴纸，贴纸上面有熊大和熊二。组装这个玩具吧。好，这个玩具制作好了，应该是一个戒指吧，戴在手上面试一试。哇，好漂亮啊，好可爱的戒指，是一个带有蓝色花朵的戒指。接下来再拆一颗疾风魔蛋，这是一颗白色的奇趣蛋，上面也有卡地猫，里面有维生素 C 糖果。里面有魔术道具哦。可以变魔术哦。拆开包装。
这是一个铁盒包装的奇趣蛋。这是一个智力扣。这边是玩法。把它拆出来玩一玩。现在这个智力扣是扣在一起的，我们变一个小小的魔术，把智力扣分开。旋转其中一根智力扣。很快就要分开啦。哇，分开啦。两个智力扣分开了，这个小魔术我们就变成功了。里面还有包糖果，维 C 糖果，有一包积木，拆出来拼拼这个积木，这是一辆车车积木。这是瓶装说明，是一辆战车。小朋友们一起拼装这辆战车吧。好了，这辆战车拼装好了。战车上面有望远镜，还有一个像大喇叭形状的东西，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可能是用来发射武器的，因为这是一辆战车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玩到这儿。欢迎大家订阅我们，记得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哦，拜拜。